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方块哥。我们今天呢开一个新坑啊，叫做坑爹地图，大家懂的，坑爹地图啊，坑爹地图就是不停的来坑我们的诛仙台。哇，这掉下去不就死了吗？这边是什么？一个大椅子是吧，沙发啊。开始游戏，这边有一个箱子打不开啊。二是什么呀？我们来看看。二是传送卷轴啊，可以传送至这个重生点。 OK， 这边是香溢面包，这个箱子也打不开。你信吗？反正我不信能走。啥意思？这还能不能走吗？是不是不能沾这个灯啊？这有啥不能走的？哇塞，诶，这是啥？这里藏东西了吗？没有，就是装饰物啊。坑，这是个坑，哪有坑？咋坑？没有坑啊。哇塞，进去什么意思？让我们进这岩浆啊，这还得了啊。哇塞哇塞，这什么鬼？哎，为什么给了我们一个大拐棍啊？生命剑啊，记录死过多少次。哈哈，这啥意思？死过一次给一个棍儿啊，我的天啊，这怎么走？这个要我们进去啊，这就是不停的跳呗。走，快快快快快！喂，差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死了两回了啊。他说他不信能走，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走呢？哎，你看这个影子好像有点意思啊。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要从这儿走完之后往边上挪一挪？哎呦，还是骗人的。哎呀，我们吃点面包会不会提前有一个防护啊？没有。哎，有一点点啊，生命加十秒，还是死啊。这怎么走啊？坑人吗？这就是。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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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点。哇塞，这怎么走？哎，这里有通道啊。谁最好看？母亲。这儿有个开关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这坑我们的意思是不是能直接从那儿走的呀？这开关怎么开啊？开不了啊，开不了，看到没有，是个假开关，那就是作者最好看呗。这也开不了啊。哎呀，这好像能打掉吗？不能。这怎么走啊？开关无法触发呀，人是走不过去的呀。那父亲呢？这里怎么走？你看这里也是进不去的啊。这儿呢，人是走不进去的呀。我们现在已经死了五回了啊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诛仙台呀。哇塞，怎么直接给我们掉到这个虚空里面去了？坑，这是真坑是吧？这还是掉下去吗？还是掉啊。